每次送他东西，他都会说不要，但是他说不要是真的不想要吗？我觉得很好看，很百搭，我觉得。但是我有很多这种款的。女生的包就应该多一点，我去买的。我就说了好看吧，很年轻啊，看起来。真的好看吗？很好看，喜欢。宝贝，那有花啊，我进去给你买。不要浪费钱，真的是万万。他说他的，我买我的。那还没买过这种的，收好了。郁金香。是不是很特别？你当初种不出来。开心得立马拍照。宝贝，要不要情人节礼物？不要，我什么都有了。什么？要是吧？喜不喜欢这个？我在德国给你买五芒星手表。收到礼物还是很开心。对啊。说好了不送东西给我吗？都说零花钱是用在自己身上的。你开心最重要。你看这一闪一闪，你戴上肯定好看。来，我帮你。好了。哎，这个星星还会转，好特别啊！就是在帮你转掉烦恼，因为你每一天都是快乐的。怎么会有烦恼呢？这是我男朋友送的手表，这是我男朋友送的花，这是我最好的男朋友。